大家好，我是何明祥，来自印度尼西亚。两年前，我和我的小伙伴来到了柳州城市职业学院留学。刚来的第二天，我的中国朋友带我们来饭堂，说请我们吃好吃的柳州美味。从此，我爱上了柳州螺蛳粉。柳州也出了很多方便螺蛳粉产品，但是很多都是水煮的。我们东南亚国家习惯吃方便食品，但是水煮的袋装螺蛳粉其实一点都不方便，不仅要用厨具来煮，时间又要十几分钟，而且还不容易煮得好。于是我们商量着一起研发一款和方便面一样可以冲泡的螺蛳粉。在老师的指导下，我和小伙伴们研发出了可冲泡的螺蛳粉，只需要热水泡八分钟就可以吃了，而且口感和真正的螺蛳粉一模一样。我们根据东南亚偏好的口味研发出了冬阴功口味的螺蛳粉。我在柳州城市职业学院读国际商务专业，今年大二了。我对中国很好奇，我也想知道中国是什么样子。中国的贸易经济贸易很发达，我想学国际商务专业。我在这里除了学专业课，我也学到了关于茶艺和中国的民乐器，就是笛子。在这里生活有很多中国朋友，他们对我很友好，很有帮助，我感到很开心。毕业之后，我打算留在中国积累一些经验，然后回到我国家自己创业卖螺蛳粉。